包括过来的时候的话呢，绿码呀，各样的检查呀，每个车站的检查其实都是，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，给我有点紧张吧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吧。肯定希望啊，你在家里又没有工，你家里如果没有收入，因为我是线上，我有工作，但是我们家里我父母，他们可能并不是像我一样可以做线上的这么多工作，所以他们没有收入。如果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两个月没有收入是挺难的，挺难的。然后现在复工的话就挺麻烦的，政策每天都在变。然后比如说你前天准备的资料啊，今天可能又改了一下，就不管用了，又得重新去弄。期待呀，确实在家挺无聊的，然后吃爸妈的也没有工资，挺不好意思的。